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恒。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的话，能各位唠一唠这个三国战记乱世枭雄的一个武将争霸，然后呢是一款 TAS 作品。可以看到呢，直接选择了双驱楚，出门的二话不说，对着这个红马王呢就是一套轮。紧接着呢，红马王自投罗网又是一手双人大作互接。那这样呢，从第一个马王呢这两套连招呢，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作品呢异常的精彩，是吧？那么呢，咱们介绍一下表演大神啊。这一期的这个 TAS 素材呢，来自于咱们的大神咸香米饼。他这素材给我好久了，我放到电脑里边呢忘了。完了，突然有一天想起的。之后呢，咱们今天啊就来看一下。来了第二个 boss 啊，不，第二个受害者，这个夏侯渊登场，又是一个二人转啊，直接呢把这个夏侯渊的一条血呢转没啊，然后再来，这再一个二人转不死了。哎，换了一个马王收个气啊，因为他这个必须楚这个人物呢，不像 A 须楚是打死就有气，必须楚这个人物呢，你必须得用一个圆镜打死，用令牌打死呢才会有一个气，所以说的话呢，这里大部分的令牌呢会给这个必须楚打气用，然后有的令牌可能会给 A 须楚做一个互接用吧。那么呢，咱们来看第三个夏侯惇，第一傻狗啊，第一傻狗登场，六六位放倒压起身。B 的先转 ，A 的再转，这样的话伤害似乎能更高一点。一条血没了，啊，虚竹恐怖的一个攻击力，然后再转，哎，留一点血量，让这个马王打一个顶 A 顶啊，打一个这套连招 ，OK， 拿下。然后呢，继续啊，让这个必须楚呢拿上一个杀狗令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看看下一关的 BOSS 吧。吕蒙，嗯，还好不是貂蝉，貂蝉的话呢钻不了。这位是乒乓球，乒乓球打法，无限乒乓球啊！这是因为必须楚的话呢，这个 B 人物暴击是无限连啊，这个相信玩过这个乱世枭雄这个玩家应该也不陌生，是吧？所以说呢 ，A 须楚呢，即便打完这个几招几式呢，必须楚只要互接一下，那么呢这个招式就重新计算。这位置呢，两个人打了一个47连的一个左右平 A 啊，一个乒乓球的互接。之后把这个令牌给了 A 须楚，那看来呢这个吕蒙令是要搭配其他的令牌使用了，然后这个气呢也是交给了 A 须楚。咱们呢继续啊，来看看下一关的司马懿固定 boss 啊，又是一个暴气，那俩人顶了啊，这个顶的话是最凶残的，你可以看这个顶的一个掉血，这个顶掉的血量呢都跟不上，而且他这个 TAS 顶几乎是无缝衔接，打一个钻，打一个六 A 的互接，打一个大作，很帅。又把这个气槽呢给到了 A 须楚啊，这里只要是必须楚不放原局令，那这气槽呢永远都是 A 须楚的，肯定会这么留。小道具都懒得捡了，地下的毒气筒都不需要了。之后看看下一关吧，下一关的话感觉会来一个沙漠科吧，沙漠科感觉比较好连一点啊，居然是陆逊，好吧。哎，原局令的互接，第一杀狗的钻，吕蒙的轮啊，钻轮，这里这个吕蒙呢就是存辅助了啊，因为这个死了。因为这个乱世枭雄里边呢把吕蒙的令牌呢改得跟个傻子似的，不知道为啥。吕蒙的令牌呢第一次登场是在风云再起里边，非常的强力，可以打小部分的 boss， 但是呢最强力的一点呢是起到一个可以打司马懿很痛，同时呢招安状秒杀司马懿的一个效果。在这个乱世枭雄里呢，这个吕蒙令牌被改得一无是处，也就是这种 TAS 呢能打上一个双人配合，把吕蒙令牌的作用呢给它展示出来。那这里呢毫无疑问呢又是一次 AAA 的互接啊，两方的等级呢还比较同步，一个八级一个七级。那么好吧，这个孟获呢就被打成乒乓球了啊，他情愿被七擒，他也不想被这么揍。这位置呢打一个必杀的一个收招啊，用一个七加一个七，问题不大，又是一个秒杀啊。这个许褚的二人转看起来是很爽，是吧，爽的飞起。之后呢继续啊，这两个人的分数加到一起第一轮过关有4000万就够了。好多人说那分数不是不够打第二轮吗？这个你双打就算双打加一起的分啊，单打就得单打到4000万。包括这关，是什么活啊？这活好神奇啊！这活好秀啊！好吧，这位置呢最后不能杀了，得给这个必须楚留个能量啊，要不然的话呢，这个必须楚的气不够用。没有办法，他这个双人配合的情况之下呢，必须楚是没有机会去打能量的，所以说呢，只能这样最后做一个停留。搞定，两个人呢是玩了一个左右肚皮啊，之后呢这个两个人的分数加到一起3000万就够这个最后一关了。最后一关的话呢，可能我看这个分1700-1500，这个分能够吗？A 须楚打点连段，
必须主钻，A区主钻。哎，你看他这里是给必须主打的分，看不看见？要不然分不够啊，得保证过关加7有4000万。这就是 A 区主为什么不上去凑合的一个原因啊，就在这儿，这里呢 A 区主作死，现在呢就是一个3500万了，过关的话两个人加一起有个500万就够了，实在不行吃点水分吧，兄弟，那没招了。这样呢必须出已经来到了10级啊，我们来看看这过关分。 你看是把俩人加一起有500万，这分就正好了。要不然的话，这个曹操好多人说为什么不秒杀呀、啊？是吧？是不是不会玩啊？不是，为了把这个分凑够4000万才有下一轮，要不然现在就结束了。OK， 那么咱们来看第二轮啊，你看是把1个2090万，1个1930万加到一起呢，刚好是一个4000万。这位置呢来了个第一杀狗，搭配这个吕蒙啊，又是一个之前用过的招子，但是呢好用是吧？这里呢再来第一杀狗三滚吕蒙一转。 直接结束了2个马王，脆弱的一生，带走。然后呢，双人开始轮啊，直升飞机一样的这个锤子。然后看看第二关吧，第二关的话呢，夏侯渊加一个梦幽，啊，看看这两个组合怎么搞。下来一个令牌，谁啊？又是这俩，好吧，黄金拿到。 那这样的黄金拿到呢，成功秒掉了这个梦幽。我们来看夏侯渊，完了夏侯渊再出一招，他死了，果然。这里呢是又是一个钻的一个护阶，最后摸根，伤害刚刚好啊。这样的话呢，既秒杀了双 boss 呢，又能让这个碧玺杵把这个能量打满啊，这就非常得劲了。然后两个人又是对着瑶瑶庆祝庆祝，这个两个人对瑶还挺有喜感的，你该说不说。但是两个人站的不齐呀。 差一个歪轴，第三关啊，固定的傻狗加一个张辽曹彰2选1啊，来了一个张辽，我们来看这里双人爆气，两个人这是一起在斗张辽啊，一起在斗张辽，这是谁顶那么快呀？之后呢，再把这个黑手呢伸向了这个夏侯惇，这个 A 区主感觉顶的有点快啊，不知道是不是他在底下我看的一个错觉。好吧，这里呢一人一个能量呢拿下了这个张辽加傻狗啊，戏槽都没走完，然后两个人又抡起来了。 看看下一关吧，固定 boss 一个吕蒙，一个貂蝉，啊，看看下关的固定 boss 呢，两个人玩出什么花活？上了一个援军令，好吧，这是一个夏侯渊的秒杀。夏侯渊加叉子有什么搞头吗？我们来看这个貂蝉，哇，这你妈，这活太硬了吧？这位置呢在无限的插吕蒙，这个吕蒙应该插不死吧？B7手的话能5插死了，哇，还有这活啊，硬啊，真硬。 首先呢，这夏侯渊呢自己打了貂蝉一个单秒，这套连招从来都没见过，有点花痴。之后呢，再用这个叉子啊，这个孟获呢控住这个吕蒙。之后呢，最后一招让这个夏侯渊过来接个下山 A 啊，直接呢双双带走。这里是暴气了，开始顶，双人顶嫂子，嫂子的话呢怎么说呢，毕竟怕顶是吧？那么这个位置呢顶死了啊，顶死之后呢，司马懿还搁那垫那个玩意儿，都啥时候了？ 好吧，啊，司马懿在电也没用，这位置呢，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升级，但是也不耽误啊，也耽误。这位置呢，再次顶倒了司马懿，好吧，爽就一个字是吧？全程畅快，哎，俩人合体了，搞定。 那么来了啊，这个固定 boss 沙漠哥陆逊，这位置呢又是一个左右顶，这太残忍了，这个该说不是太残忍，给陆逊吓得在底下空比划几招没敢上来，然后呢必须主直接过去起招，然后 A 区主在护接，好吧，陆逊再见，神奇的一波双顶拿下了这个双 boss， 然后看看下一关吧，下一关呢是固定的一个叉子加上这个黄盖虚楚2选1，应该不会来虚楚吧？ 如果来虚楚的话呢，虚楚不能暴击无限连，感觉应该会来黄盖。嗯，好吧，我们来看这虚楚怎么打。啊，这虚楚不倒地，好吧，只要我撞得够快，没有连不上的。我现在看懂了。哎，虚楚的诈尸，刚才有个细节，不知道各位注不注意啊？刚才虚楚诈尸了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必须杵故意让虚楚打了一下，骗了一个气，这一个气的话呢，到后边还能用。啊，刚才有这么个小细节。 很细，必须杵把 BOSS 虚楚顶诈尸了啊！然后呢 ，BOSS 虚楚打了虚楚，必须杵一下 A 虚楚，再把 BOSS 虚楚给打死。
来了，下关的固定双 boss， 我们来看这里怎么办？可能要用令牌了，因为开场没爆气。果然一个傻狗，加一个吕蒙。吕蒙呢？哥们，你是不是救会用在哪里？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这怀疑可能有点毛病啊。啊，不是这个吕蒙了，我以为他是不是救会用在哪里？好吧，这里呢，司马懿跟这个必须杵的一个配合，哎，很帅，最后还接了个战臂啊，帅的飞起。 怪不得这个司马懿的这个令牌要给许褚啊，配合必须杵的一个无限连。那么呢，咱们来看最后一关吧。最后一关的这个双 boss 吕布加曹操啊，来看看两个人呢会玩出一个什么样的花活。来了啊，终极双 boss 登场，一个换上了叉子，那个还是夏侯渊呢？别装了，哥们儿，我见过。夏侯渊的话呢，直接反向大轮 AA 挑起。 大轮之后接个下山 A， 直接带走。然后呢，曹操这边呢还在无限插，这里好像呢直接秒。我们来看看怎么秒 A 插带走了。哦，这样的话就厉害了啊！这样的话呢是直接利用这个夏侯渊秒了一个吕布，叉子秒了一个曹操，完事儿。真的是全程高能啊，几乎一路都是秒过来。除了呢个别时间呢需要停顿给必须杵收一个能量是吧？那么感谢咱们的仙香蜜饼大师啊，他呢在这个单个字母的视频网站呢有 ID， 各位呢搜索一下即可。有什么好的素材想发给我呢？可以加我的企鹅37119923啊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